一个新的女蜘蛛人，然后她的角色名称叫 Jessica Drew， 然后她的个性很酷，然后她是一个怀孕，可是就是一样还是很自在做很多事情的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，因为跟我个性本身蛮有出入的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既做妈妈以外，我觉得蛮难的一件事情。她就只讲了一句，你有觉得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哇！杀鸡儿吧，蜘蛛人！蜘蛛人！穿越新宇宙6月21日正式上映。This is unbelievable. I love how many variations of you guys are. 蜘蛛人联盟。Wow. 英雄集结。Woo. Bad, right?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，6月21日周三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